小的，感谢玉仙老师的指挥。这时间的王老师今仔所要讲的题目是栽种甲猎杀咯，咱就依个时间交予王老师。好猎甲杀，好猎人甲宋江人的对立，这是自古以来永远拢伫咧拉扯的着。这牵涉到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分配正义的问题、伦理宗教的问题。啊，伫这个只，今仔咱用耶稣所讲的比喻，富人、好猎人、甲猎杀哦，一个宋江人的故事。这段时间，咱拢伫咧讲耶稣伫咧讲，什么是上帝国？咱无人去到上帝的所在去，但是耶稣已经给咱足多足多，譬如伫咧讲到上帝国爱的是啥物，然后伫现在此时此地 here and now， 你甲我咱会当来三角来去做一个上帝所爱的国度，因为教会就是上帝国度的浴场 ，pretext。在耶稣基督这个教会，你我咱需要请来坐伫遮。因为伫这个遮后老的后少年啊，咱今日伫这个遮伫咧这个主持，主邀请九十几岁伫遮，上少年的可能七十岁吧。伫遮有老的有少年坐咱伫咱遮，有男的有女的坐咱咱遮，有好家人坐咱咱遮无？有宋永人坐伫咱遮无？在耶稣基督邀请的这个国度里面，这是一个好猎杀，男女、东西、南北，规个拢伫这个只受邀请。伫这个只若有听的所在，拢看迄个所有只的翻译。那这个讲是上帝国的浴场杀，大声去拼到迄个去。那咱要怎样杀到来经营上帝国，还是来兴慕上帝国？搁较明显实现伫咱的中间。啊！财主甲猎杀哦，咱真侪时阵报纸拢伫咧刊一挂宋江人拾金不昧，但讲人捡着钱了，伫第一个警察，然后报纸就甲刊起来。因为宋江人捡着钱未安心，提起个警察，报纸人咧报。好猎人，好猎到家己规个家族食袂了，用袂了，即世代用袂了，后世人也用袂了，然后因阁继续伫咧贪婪，因阁继续用各种的名号，伫咧抢夺整个社会资源。请问，若讲徛伫新闻报道来讲，是爱报道叨一种？爱报道到这种，宋江人捡着钱未安心，这才是新闻。还是好野人好到家己巴肚食袂落去，老父子孙就一来一去也搁一回了，但是因也搁真安心，到这种才是新闻。由于。就徛伫新闻这个只，咱重新思考一下，什么叫做新闻？告假人是毋是新闻？告假人是毋是新闻？告假人毋是新闻，人假告是毋是新闻？都是叫在新闻。人打靠才是新闻啊！啊，鬼不新人是不是新闻？不是新闻啊！人心不新人，这才是新闻啊！人新人才是新闻啊！对，唔通侮辱宋江人，认为宋江人捡到钱应该就会倒落去，唔通随便侮辱。无钱人，唔通想讲无钱人就无良心，
唔通想讲无钱人，就会要孝顺别人的命。顶到真侪无钱人，这毋是我的，所以摕到的是真自然的反应，就是你个警察，是不是安尼？所以这是一个真平凡的人性，伊有教育平凡的人性，教育良心活出来，哪样？颠倒问题上大的是遐，食到家己吞袂落去啊！食到各所在拢有出产，伊还阁真贪心，亲像即马即个，这是咱中华人，因为即个才是新闻。偌济人伊个公司，毋是伊对头到尾拢家己有，伊个资金是对银行。土地是对政府，然后所有社会资源就是供给你。伊壮大了后，伊欺诈台湾，无要直接投税金。政府若要甲摕税金，伊走去外国去。即款的人，这才是新闻来报道的人，你讲是毋是？到底因为咱当咱伫咧讲，当咱伫咧讲信用，伫咧讲生活，伫咧讲社会，伫咧讲经济。你讲生命意义的事，咱常常啊倒转来上基本的点，伫遮个事。那耶稣伫咧伫遮伫咧用即个财主甲廿三号伫咧讲着好业人甲送养人的对比。来，即个叫好业甲善耶稣安怎讲？来，咱用华语到边来读。即个来一遍，来，耶稣说有一个富有的财主。他穿着富贵所穿的紫色袍和细柔华丽的衣服，又天天过着奢侈宴乐的生活。来，又有一个讨饭的乞丐，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常常被人抬来，放在财主的家门口，希望能够得到富有的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食物充饥。又有狗来舔午餐，即世人你看到狗来挤你的脚的床的人，真了解？唔捌，绝对有。现场看到狗来挤你的脚的猎物，有无？真正敢我尔吗？还佫一家一个王主任，或者嘛有。啊、哦，阿天兄也有。阮以前是装脚受伤，无当常常去看医生，臭头暖耳，厝内拢四五只狗，就是叫来当只坐当遐，互伊当啊。但是会当互猫治无？袂使，猫会嘴毛毒，所以。两千年前的故事，两千年后的台湾，我还阁囡仔时，拢还阁安尼伫咧做。即个才咧讲到一个好业人，穿的是穿甲紫色，贵人伫咧穿的紫色的袍，真娇嫩的好看的衫，食的是遐尼好，逐日还阁感觉咧吃花宴咯。但是外口有一个什么人，乞食。去吃不是家己会当行来，都要安怎？人光，吃饭都要人光来做去吃，伊有工作能力啊无？无，伊完全失了工作的能力，所以伊都要予人光光去到好业人的门口口，讲唔忙伊吃剩的，啊那等下咧等我到家，等出来外口，伊通伫遐咧叫，因为唔通袂记得。耶稣在讲这个时，就是讲上帝国亲像安尼。上帝国度内面有这款的现象，到这个现象，伫台湾有存在啊无？有无？有。伫每一个国家，搁较吃、搁较水的国家嘛有。迄、那个角落有当时啊。你若无去挖一个，你拢唔知道，啊！伫咱个社会有这款个物，啊！迄其实伫真闹热个所在，我甲有人有啊。啊！而且
就有一个真强烈的贫富的差距。讲有一日，宋永人死了，有一日，好野人的死后呢，好野人嘛死了。安尼你我唔难袂记，无论你是好野，你是啥，有一日咱拢会死，知无？死拢伫遐咧等啊。OK， 后厝咱要讲，后厝咱要讲对死了后的灵魂的代志。今仔日咱主要咱就讲贫富的差距，伫上帝目睭中，即个贫富的差距安怎看？因为你我咱有一个面对即个死，感谢上帝，伫上帝的创造下面，人会面对死后的一个灵魂的心怀。那确实无即个心怀，确实无即个心怀。我真正我较爱做一个较无良心的人，真正较无过日子，较无责任的人。那后壁无心看，我会当凊彩叫我意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真侪即世间的苦难，加在拢遐有责任的人去担，担到真目屎，头头啊流，伊也搁在硬坚落去，因为伊若无做。有真侪悲剧的产生，因为伫即个正咧讲到好业死了，将即个好业人死了后，是上天堂啊落地狱，都是落地狱啦。迄个垃圾路，迄个乞食、歹命人，讲死了后，上帝会去倒位啊？天堂阿比老安遐，因为伫遮你有看到一个地上的生活。无保障是天天顶的生活。那这个部分我是后一次咱会讲。那咱会讲到，才开始死了后，灵魂开始怎做一个对照。艰苦人煞怎得到上帝的恩典，好命人煞怎受到审判，落伫阴间苦难的所在。我想这个，咱我来去聊一下。请问你这个再问一个问题，好业有罪吗？好业人过较优秀的生活有罪吗？有无？无。那假使好业无罪，好有钱人过较好的生活，那无罪，啥事伫这个只讲死了后，伊算受审判就是地狱。到底这个上帝到底是大家有拍伊啊无拍伊？那假使这个好业人，伊用伊家己的手骨，用伊家己的头脑，用伊家己所有一直去赚钱，赚来钱，这是我的钱，我要安怎用到？照我心所爱去用，有罪吗？我用较好、穿较好、使较好的钱，有罪吗？有这来替咱去思考。啊？到底信经这个财主他做错了什么事？那对另外一面来讲，伊实在是有够自卑啊！你敢知？想看卖，你若是迄个好家伙，你厝遐尼水，遐尼东方。然后无代无志，有志的人，臭公公，半日半暝到要死，然后逐日转来到你的门口口，你想看卖哦？若是你，你要予人逐日吃一个人来伫遐，你肯无？我伫咧找我一个资料，伫咧找，有一挂好野人知影讲遮个。街友，拢会去伊个真水个厝卡，全当遐铺，伊全当遐个年钱卡啊，弄一挂钉啊，然后或者歹命人袂当去伊迄个年钱卡。我看迄个图我甲看了，但是电脑上，我讲这个人应该也阁有一挂良心嘞，遐尼好业，遐尼有才情。
遐尼好看的人厝，竟然用阮一个歹命人去食，规身躯拢穿老烂，毋是老烂，老汤，搁到点仔伫咧甲煮，啊，逐工拢伫伊门口靠点仔。安尼，即个人好人歹人？啊？好人。当然都歹人。应该是袂歹，应该是袂歹啦。伊会当忍受安尼，别人因兜可能袂好听，因兜也不好，袂歹才对。但是即摆一个问题是讲，毋是敢若讲袂歹，毋是敢若讲你无害人、无放火，你就是好人啦，毋是啦。在上帝国在咧看代志，毋是干呐安尼看。咱即摆在咧看钱、看财富，真侪人至少有这三种的看法。第一种，这是我的钱啦，这是我赚的啦，我要安怎样用，我要安怎样开，那是我的代志，你们谁也管不了啦。这是我的啦，既然那是我的，我有绝对的所有权，我有绝对的支配使用权。跟你们都没有关系，这是我的。我给这些这种的看法。第二种是，这是我赚的对啦，这是我的钱对啦，这拢是我的银行的账号对啦，这资产的所有权拢是我的，无唔对啦。但是我的钱嘛是社会资产的一部分，所以。我有社会责任，那安尼，我伫这个土地，摕到政府的资源，摕到人民给我的一寡方便性，我赚到较侪钱，我就爱欢喜交较侪税金，甚至除了税金以外，我还阁会当做真侪，我的能力会当做，因为我有社会责任。请问？即款的观念，甲拄只讲所有钱是我的，即有分别啊无？即有分别啊无？有啦，差啦，差足侪啦。第三种是，即我有拢是我的教，我有拢是上帝恩典，我现在有诶拢是亲像拄只圣经的启示文讲，一切分别上帝的恩赐。那安尼，这是上帝交代我，上帝交代我管理，所以我是一个管理者那点，暂时的管理者了那点。那安尼，这是上帝的恩典，我是一个管理者，我管理者受托的管理者，按啥人有责任？按迄个托我的主有责任，我怎样伫个使用分配者，按上帝有责任，我是只是一个。萝卜那边，这对金钱有三种，至少三种不同款的看法。那今仔日咱看到的这个财主，伊是属于叨一种？第一种，第一种，这是我的啦。所以我咧过我的生活，甲你无关的。我会当用阮你这个乞食，当我的门口口，袂歹咯啦，袂歹咯。但是，伊无到第二种、甲第三种食。昨暝甲中信兄伫咧讲话时，中信兄就讲到即个种话是，啊，伊有你讲话送食食，伊就讲即句话啦。种话是伊讲 ，ear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讲尽你所的，你会当尽你所的去赚钱，尽你所的去捡钱，尽你所有的将赚到的钱安怎分出去？然后在你安怎样赚钱的过程，你爱公道合理，你要有良心。然后你赚到了后，你唔通随便乱开，你会欠。但是欠，你目睭伫咧看四周边。什么人若有欠过，你都要紧把这个物件分出去，因为上帝予你有机会去做分配。在迄个财务进来、甲财务出去的过程的中间，伫咧显明你是上帝目睭中什么款的萝卜，什么款的镜子。
你有一日，上帝问你啦，我予你暂时管理的物件，你怎样用？你怎样分配？当你伫咧做各种分配佮使用的时候，你有去想到我遐的受苦、孤单、惊吓、欠亏的百姓啊无？还是你我予你，你拢留咧家己，全固守你家己？因为这是一个真要紧，就是讲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就予咱知讲，咱你甲我，咱拢是上帝国、上帝所托的奴仆。伊将一寡物件交托咱管理。咱教会五万公斤年会当送一过季的旧衫、旧棉去到非洲，将咱即摆想食。咱送过来到非洲，假设去到非洲，了一寡教会领袖摕到咱遮的。一过季的物件了后，遮个领导者无分出去，还是拢干那分予因家己厝内人？请问，因有犯罪啊？无犯罪？有啊无？为什么犯罪？伊也无干咱偷啊，无干咱，伊也无做什么歹代志啊？对啦，亲像安尼。就是讲，咱去咱主要就是，甲因讲好，即是老母互欠亏啦。结果因对咱遮提着了，伊全无管住，还是全分还家己的人尔。这个叫做亲情。因为你用这个概念伫咧讲，上帝互你管理的物件，落留伫你的身上，无管住去，这个叫做亲情，叫做抢夺上帝。啊，即摆一个问题来。这是今仔日报纸公布的消息。台湾上好业甲上善差距，上好业头前迄个顶端的5%，甲后壁迄个5%，上善的5%差几倍？112倍啦。OK， 头前上好业的5%的好业人，伊占有全台湾所有资产的20%，在乎集中伫头前迄个5%，即个5%的人的在乎，等于是上山的迄个60%的人，5%到60%，这是桌面你看到的一个图，是这两天才发生的。某一个人因第二囝伫咧一间店伫咧开铺，20台的草炮，听啊，无言，20台的草炮，一台草炮拢上千万，一间店要开，你这个看到的是啥？少年人的幸福，你这个草炮拢毋是老人伫咧开的啦，拢是啥物人伫咧开的？少年人。你阁看到正面正个正，正个创啥？一下无甲你捡粪扫，因为伫你少年的时捡粪扫的人较侪，还是你长老的时你看到捡粪扫较侪？咱即句恁长老，我最近仔的时无啥物人伫咧捡粪扫，即马到处拢有人伫咧捡粪扫，但是请问即马粪扫哪捡哪好捡，还是哪歹捡？为什么拿牌叫？真侪人要叫，搁较一个搁较大个资本家咧倒叫，资济，用伊个系统伫各所在伫咧叫，叫甲遮个资济个系统叫了了后，排名人搁叫，叫无啦，唔通袂记搁倒转来一个排名人，感觉一个下方好业人食剩个桌顶落落来迄个饼碎啊！咱即摆社会在哪亲像安尼？大家人咧唱，哪好嘢个人用组织伫咧唱，社会资源全对，只个少数人唱了了，大多数个人全伫咧善用去。因为这毋是是干个社会问题，这是政治问题，这嘛是宗教甲伦理个问题。
教会啊关心即款个代志啊无？唔通过桥，耶稣咧讲即个比喻个时，就是咧讲即个现实个社会状况。所以唔通直直当咱直咧讲啊，咱就干呐牧师啊，咱就干呐插基督徒，咱就卖插社会事。No， 好野人唔通想讲好野人，迄个上迄个圣经内面对好野人拢真做对话。无影，我感觉圣经内面拢真有太好野人。你知最好野人是咩好处啊无？咱即个只至少我着七行，咱来读一下好无？预备来，他享受成就感，他享受自以自己的方便性，他享受分配的智慧乐趣，他救助了许多困苦中的人，他享受了额外的尊荣，他享受众人的羡慕，他成功演出上帝祝福的任务。所以，你若是有能力，真做一个手中较侪资源的人，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你会当享受迄个成就感，然后你有机会享受迄个方便性，你的影响都有，唔免看人的面色，唔免到尾你到三五五个后，你才会当一有够遐个钱，你真方便当用，你会当享受迄个尊贵、甲地位。只要你有这个资源，你搁有贴心，你会当帮助身边真侪困苦的人。因为你有遐，所以你搁有迄个贴心，你得到真侪人额外的尊重，真侪人在羡慕你的所有。到最后，因为你是一个忠心的萝卜，上帝将阳光的面留予你。哎呀，好野人，只要你的态度若正确，你离天堂一步尔。所以好野人并不歹，因为伫这个家，我打两个人，这两个是啥物？巴菲特啊，比尔盖茨，因两个是美国上好野的人，是全世界上好野的人。结果因这两个人有一个特色。来，企业家甲慈善家有啥物无共款？企业家甲慈善家，企业家是咧赚人钱的，还是咧趁钱的？企业家是咧趁钱，慈善家咧赚人钱的。因两个是企业家还是慈善家？因两个还是企业家伫咧趁钱。因两个也是慈善家，伫个互人钱。因两个拢有一个特色，把因所有的钱的绝大多数拢捐出来，拢捐出来，家己存到淡薄啊。因得到所有的荣耀，因得到所有的方便，因得到所有的尊敬，因得到所有人的羡慕。然后到底是不是将来伫上帝国面怎安尼，我唔知。但是你讲到好野人，哪会当亲像阿伯拉罕讲？我人因我得着福气，哎呀！所以，这个咱要安怎在耶稣的比喻内面，伫咧努力伫咧想一项。有一个95岁退伍的老军人，伊伫伊的门面遐，我去厝里时，伊打一句话：90几岁，还佫家己当年拢写毛笔字，打一句话伫伊门。中间三年前，伊打一句话，伊讲贫穷并不可耻，但有许多不方便。贫穷并不可耻，但有许多不方便。伊是一个90几岁的人，伫咧照顾一个50几岁的精神病的查某囝。90几岁在做伊食，90几岁在做伊洗衫，90几岁在做所有一切。因个查某囝，甲伊大个查某囝，重度精神病，有一个囝，我甲这个人熟识，从来毋捌看过伊个囝，暗时找伊囝嘛无电话，都硬去找出。而这个囝是科技人，这个囝个囝。就是这个90几岁的孙，伫咧读建中，
但是伊这个囝，无要认伊这个老爸，无要认伊这个姐姐，这是一个对照。九十几岁，因为我去遐无花，对对，然后人就坐到外口去。伊直直甲我讲，牧师，真正爱见证，真正爱见证。当然，伊是用华语讲。有一日，我去看伊倒伫眠床，伊甲伊个查某囝讲：“女儿，去邮局把所有的钱统统领出来，只保留500块就好。因为我们再过几天，下个月政府一点点钱都会下来，够我们用就好。”把所有钱领出来，做建党基金奉献，一个真善的人。有一日知影我要登去温哥华看我的囝，伊叫伊的查某囝来二点零，啊，迄个时间应该无人来二点零，但是就是滴滴滴，啊，伊迄个查某囝是重度的精神病患。所以老爸怎样交代，伊就怎样做。然后透早，我落去，然后我开门的时，牧师，这是我爸爸交代，给一包金大包红包。我说你要回去加拿大，一定会看，因为花很多钱，这是我爸爸说的。我拜托了，我安在不会，你无人做，这是我爸爸交代，这是我爸爸交代，你听我讲，你知影这個？到尾我真正拄到我头仔，从阿收起来。然后我伫囡仔台倒转来，我去去到因爸爸面前，我做对过当甲伊收。因爸爸坚持无人做老师，只是一点点心意，2万块，一点点是心意。伊阁唔收，我怎啊阁甲变营业名，阁做见证？因为这个90几岁阿伯，对着边啊这个教会内面现今的一个长老。现今的一个长老，一年一户规家，一年奉献2000块。一个最现今的长老，一年一家，佫是公务人员，个人领18%。因为伫这个家，唔知你有看到什么物件？人伫上帝面前，你怎样来进，怎样来出？在那个过程已经在演变，你的生命的品格。啊，耶稣在这个家在咧讲起这个，其实在上帝国内面，你是毋忘所有的人，无论你是甚么款的人，你领5000、2000、1000，上卑微的200、100，拢不要紧。所有的人，你拢是上帝国所邀请所以啊。所以就是你领干了100，收托100，你就好好啊过100。真有尊严，伫你过你的一百，到最后所有恁拢会当伫上帝面前，最后所有恁拢好啊，不如尽量的落福，恁拢就来到伫上帝个。啊，愿上帝的心情在伫咱的中间，不管你现在对上帝领受是啥物，尽心尽性尽力尽力，咱甲活出来，结出好的果子，照顾咱身边侪侪软弱软弱人。结果你若有这款的信仰的时，你要发觉。咱身边看会到的这些歹名人，反而是咱有一日要倒去到伫上帝国的天赛，因为这些人拢在伫上帝的天赛面前，甲咱做见证讲，某人上帝啊，伊伫我上困苦的时，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鼓励我、安慰我、陪伴我、帮助我，所以我度过。但遐侪写拢伫咧安尼伫咧对你伫咧打包票，上帝国就是你的。阿们上帝是在咱的中间，感谢来敬拜。感谢主上帝，我伫你的面前，不管我是甚么款的人，拢是你所疼，拢是你所爱，拢是你要欢迎我进入你永远的国度，就是上帝永远的作家。那现在我的生活的方式，甲未来是有关系。恳求你的神点伫阮，启发阮，通过耶稣的启示来点起阮，让阮会当想一挂人生价值甲意义的事。阮来祈祷感谢各主的名。